我哋系讲点煮852 Kitchen， 我哋希望透过制作香港美食，令到即使身在海外嘅华人都可以品尝到香港嘅味道。华工安老院系大温哥华第一间为华裔长者提供华人文化嘅护理服务安老院，无论喺饮食或言语沟通，甚至于日常具文化特色的活动，都能为院内长者带来如在家中的舒适和喜悦。希望大家同我哋一样，踊跃捐款支持华工安老院，爱心筹款月，为长者提供更完善的服务，让长者老有所依，安享晚年。多謝大家。